有人打架，人呢？小金中毒了，龙岩在帮他解毒。那我看看去。只有对陈月温柔，不愧是龙王。将军，你旧伤又复发了，得多注意休息。今夜来的倒是快，我怎么感觉你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我呀？你不睡觉啊？这是属下的职责所在。哦，这样啊。那有其他原因吗？夜深了，将军早点休息吧。没事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把我伤口弄疼了，要负责缓解。将军要如何缓解？再陪我去城楼上看一次烟花。城楼？这时哪有烟花？夜已深，你需要静养。好吧，好吧，但是我睡着之前，你不可以离开。是。看我能不能梦到城楼上的烟火。